甄嬛传》，以为沈眉庄生活照够美了，看到安陵容一眼沦陷。《甄嬛传》自从2011年播出以后，就一直被称为神剧，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，因为实在拍得太好了，非常值得回味。在他假孕失宠之后，他就对皇帝失去了耐心，但是同时也知道在后宫没有恩宠是过不下去的，所以他很聪明地想到找太后做靠山。兰溪长相古典，多是出演古典美人的角色，不过现实中的她也很美哦，这长相可以说碾压小主孙俪娘娘了。沈眉庄高高瘦瘦，清清秀秀的外表，让人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舒服。陶欣然，1986年1月13日出生于湖南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学习表演专业。看到生活中的陶欣然有着飘逸长发，白皙的皮肤，简单的白色衬衫，搭上精致的妆容，非常漂亮有气质，美得不可方物，可以说比兰溪姐姐还有美呢。你们觉得她变美了吗？